来走咯。哎、欸，是灰灰哎、欸。现在加速在你那边了，那就交给你喽。钥匙8400嘛，这样我要20000多哎、欸。为啥一直被韩国？因为这个游戏韩国人现在很多，超多，真的是超多。稍微投身一下，有了，完美。红包后面伤害不够，整单控制。对对对对对。刚刚商店1000票1600张，又出两个商店买的票1600张，商店有卖1600张票，真的假的？还是累积起来了。375255找人，钱跟钻石我都会买。哦哦哦哦，你说总共1600张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吓到我，我想说，我还没看到1600张那么多的。他们一直打字，完全看不懂，真的是看不懂，连翻译都看不懂。狩猎什么东西？狩猎哇，有点惨。猎人，哎呦不错哦，带一只，带一只，哭啊，哭啊，哦也不错，哎呦，哎，好没有，啊，你给我这只，唯一不能够那个的。哇，这么快！哎、欸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哦，都有呢。先给我这个。有的，有的，有的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还有一只青蛙王子，帮我加速一下。等一下再进化。有大佬可以抱大腿吗？直接喊房，直接开房间。现在大家都是刚开始的样子，哎，哇，有快到，有快到，有快到，但耗电真的快，100%玩一下到7等就没电了。他的画面实在是太强了，真的是太强了。哎呦，竟然这样！这个什么，我军攻击力再加一只，每次都遇到3等的。刚开始，猫咪需要2只以上吗？看你场上有没有需要魔法的，如果有需要魔法的，越多越好，因为它魔法回很快啊，它魔法回很快。嗯，哇，直接叫出来。香，新手要先买哪些神话？来来来，影片刚来而已。没有，我知道有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没有到很精准，但我觉得应该也不差。可以看一下这只，可合成，再给我来一只。哇操！来个这个，哎、欸，玩这个游戏需要拜拜。哎、欸，你要的是运气，哎、欸，你要的是运气。嗯，哦，再一个加速，红吧。哦哦，钢铁猫哎，香七，
哎呦，龙，就你啊，拜托姐。哦，其实那个龙进化的时候，我应该要注意一下的。我现在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，它就是那两只鸟的位置。龙有一条，脉冲，打个空。哦，给了我一个钢铁喵，快快快快快！上，没有。哎呦，扣地！没位置，英雄已满。帮我拖一下！哇，你的龙好快啊！我买错了，没买猫。可是猫也不好叫啊，哎，猫也不好叫啊，对啊。就反正就是先买齐再说吧，剩下就是靠命了。对，别想太多，没有严重的错误。这个游戏，对，满的都不能招、啊。哎 ，fuck you！ 我的龙，我的龙，五十回合，再到第二只出来。哦，两只龙哎！哇，有两只龙了，有两只龙了，有四只在摇。这个游戏真他妈 random 啊！真的是 random， 你知道吗 ？What the fuck？ 啊，兰斯洛特，好吧，帮我加速一下。嗯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只剑士就好了？我可以把钢铁猫叫出来，快点，我也要一只钢铁猫，出不来，给我别出来。出不来，我就只要再一只，再给我一个山贼，我钻石都存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啊，我有两只，哎、欸，扛着。他有两只龙，我有两只那个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我终于来了，我的龙。他妈要等多久了？这两只先放旁边，哦，反正帮我加攻速就好了，不要急着让他去死。要用钻石买体力吗？哎、欸，如哎、欸，建议不要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体力基本上花不完啊。哎、欸，体力基本上花不完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氪金，那无所谓，对吧？四三九三四一六四，有了有了，两队。哎、欸，看不要互加一下。我已经存到24颗了，有点太多了，升级一下。60了，60了，兄弟，60，难道就在这一局？难道就是今天？就在今天吗？好吧，解除诅咒，进化一下。没有，再一只，没有。甘霖老师，两只都没了，攻速都没了，靠腰。带我飞，你确定你的飞没有打错字吗？感谢你的飞。哎呦，我也好想要有一点力量哦。干，叫不出来山贼啊，靠腰。哎呦，再给我一只就好了。再给我一只。三者还不能用宝石去赌出来欸，对啊，哎呦，这只先放旁边啦，你帮我攻击一下，哎，没有位置可以攻击，去一下，哎，继续叫184，快点快点，你只要给我一只我就起来了，靠腰，没事没事，68了，难道要有骗的吗？难道说？有了有了哦，钢铁猫，猫猫，进化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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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，这只要放哪里啊？他妈的，这边有乱，一直打空 ，OK OK OK， 好好好，哇，又一只蓝色，70了，难道说就在今天？
就在这一局吗？难道说，有那个可能吗？如果可以，好啊，再给我两只弓箭手，帮继续赌，我们继续钝化怪敌人，让敌人移动速度再慢一点点，70%增加56%，攻击力80%。其实要的话，应该是增加攻速吧，我的攻速还没有很多。对对对，如果有加攻速的角色出来的话，应该会蛮凶的才对。没角色，75关，75关要破了，要破了，拜托，出一支片。76，同学要不要慢一点？能不能慢一点？这样我可以做反应。那个速度现在是有加速还是没加速？我也看不出来，有一倍速，这样我还可以做反应。有没有？有加攻速，好，可以。这一只先别，我要的是再给我这一只好了，我可以把大家给，我可以把它绑住。来，这个14 ，OK， 好，看一下这是15万只，哦，30万呢，干，看那个龙真的是太夸张了啦，真的，每个动物因种族英雄会增加动物种族，所以我场上的动物越多会越香就是了。那这个是动物咯，哦，干，完全看不懂他的名字，还没看懂。79啊，第80，好啦，先走啦，不管了，多打一下试一下。等一下呢，反正就扛着。拜托，好想通关啊！这次帮我去扛一下，可以吗？过了，我是不是先不要绑了？等一下，靠腰，你先不要绑了，你绑太久了，同学，干你怎么还在绑？先别绑，让他去打，升级，哇！哇！哇！谢灰灰！哇！通关了，结束了！好了，真是个奇怪的游戏，真不知道在干嘛。哇！通关了！通了！我记录一下这个时间点。哇！你那怎么队伍啊？哇，那什么队伍啊？哇，那龙好快哦！哇，2000钻呢！哇，我们可以买那个扣地了。然后呢，100颗这个，然后再2000钻。哇，谢灰灰，200个，太香了吧！